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两架巴士日前为了抢客，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危险驾驶，当中包括驶上公路边的沙地，甚至越过对面行车线，有时候同迎面而来的车辆相差不够一米，罔顾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，险象环生。事发片段由后方一架电单车的镜头拍下，最终可见左边的巴士被右边切入的巴士成功拍头。